啊，今日嚟打呢个新嘅超级战啊，唔懵飞你啊！打咗唔懵先啦，震天撼地嘅超决战啊！Super Saiyan Blue 啊，特定角色飞利，但系呢个唔使睇啦，反正都抽唔到佢嗰张，应该就系抽翻另外嗰张，跟住打翻佢，跟住抽呢个就可以打翻飞利嗰个超激战。我谂就应该系，其实一至五阶段都系熟性，咁易打，单一属性，咁应该冇咩难度嘅啫。正常的话，即送嘅啫，真系明显。又系俾人开新 AC 专用嘅呢、這个，同嗰阵时 LR 嗰两张一样。嗱，好难度咧，可以用呢张去屈佢喎。但我冇极系队员，算啦。我睇下先，我组添记队打啦，试下有冇超三悟空先。超三悟空啊！算啦，拣张咁啊，拣你啦，唯有。哇靠，仲要开埋路添啦，已经。组添极技咯，因为，但我本身冇极技队长噃，我冇暴叔叔啊，冇超三嗰种暴叔叔，只能够用千日唔去顶住。但千日唔又比较黑属性，又好似有啲危险啊。系咧，算啦，应该冇嘢嘅，我谂。极技呢两张应该都用得着。金飞都应该用得着，是但啦，就咁啦。我谂应该都够打噶啦。其实我都只系想顺便试下佢嗰张咁样卡啫，顺便当系试新卡咯。单一属性应该唔难打噶啦，我谂求其都过到啊。仲谂住用超三悟空超技做队长，超三悟空天使啊！唔知点解啲好友冇人用啊，收埋晒。算啦，哇！劲我一嚟都五万防啊，开路系唔用啲攻防80%，每回合开始补上1%血，哇 ！OK 屈机。三回合开始变身，好嗱，慢慢同你磨啊，慢慢磨啊，我哋玩变身，等佢慢慢变身啊，技属性啊，可惜系技属性，黑属性。如果唔系嘅话，打飞利嗰场可以用翻阿悟空仔同佢打，吓翻住佢。咁样啊，慢慢磨啊，我哋慢慢磨啊。咁样。得咗啊！明明爆连击噶，点解冇咗？又系嗰啲动画 bug 啊，消失咗嗰个攻击动画。好嚟啦，OK 赢我真系，要补血挂屈嘅真系补11%，无条件就咁出嚟啊，补11%啊，又唔使话爆 bit 咁样啊。为力嘅绝望感，即系阿悟空应该都补嚟多阶段，打晒佢咁多个变身阶段，超一、超二、超三，红神、蓝神。可惜 GT 啊，唔系正史啊，如果唔系超一、超二、超三、超四、红神、蓝神嘅咧，真系可惜。
即系佢咁样，其实应该迟下可以再出多张啊，出多张 LR 版嘅，啊，界王拳、超一、超二、超三、红神、蓝神、初笑、无我极境，啊，出多张 LR 版嘅，系咧。即系依家开始连变身系统都玩埋啊！又系啲热身卡咯，每回合变身咁样，慢慢热身热上去，三形态啦。咁系好似冇咩难度喎，我啲平民卡佢都打唔入，即系送嘅啫喎，可能呢个超激战，即系送嘅，只要你抽到张卡嘅话，基本上应该都冇难度嘅，应该都好容易啊，打得赢嘅，算啦。古老啊，靠一靠佢啲功啊，最终形态。而家应该颇为劲，大姐，你的死期就要到了。加攻加防超绝特大，加百一加二十补血，仲要无限叠加添啊！招必无限叠加攻防。破人屈机啊！又热身卡咯，会越打越劲啊，越打越屈机啊！张卡，但系要慢慢热身热上去啊，系咧，系招必先，即系超能力嗰招啦，系咧，超能力嗰招啊，吸住你，不使一战 free。最强的金色战士，睇埋个最终形态先啊！变埋个最终形态再打佢。来啦！最后阶段，你话先，啊必定爆击，仅限一次哦！力气加十二，哦即系变咗身之后就一定俾你爆到一次必咯，跟住一定系回心一击。顶破屈机呢个啊，每回合出嚟直接补 15%， 无条件，超高纪律云点重要，超绝特大再超高纪律云，坚屈机我老实讲，不过依家好多 boss 去到最尾阶段都已经唔惊云啦，但系如果你话打翻之前旧少少，譬如二三代嗰啲
一二三代嗰啲就真係屈到喊啊，超絕特大超高機率雲。不過就可惜囉，佢冇咗嗰個無限疊加啦，已經嚟到呢度。你要前面盡量爆多啲 bit 啊，後面就反而冇咗個無限疊加，可惜。不過都屈機啊，都屈機啊，都屈機。咁應該秒殺噶咯，我諗應該秒殺啦，必定爆擊。夾下啦，夾下招嘢點嘅啫，毫無恨意啊，係咪毫無悔恨嘅一擊啊？睇下點嘅樣啊！出毫無恨意嘅一擊係啦。飞拳 ，good 到噶，神境界 ，super 细一战 ，god， 系咪？打瓜佢啦，跟住就有危险啊！千日悟空，希望唔好最尾只人爆跌啦。虽然是单属性，但阶段颇为多下，五个阶段要同佢磨啊，系咁磨啊，都唔难打嘅，应该平民队都过到噶啦，我谂。反正佢前面嗰啲阶段佢惊状态技噶嘛，系咯，你睇可以扣到佢防嘅，平民队慢慢磨应该都 OK 噶啦。磨得死啊！啊，埋多间啦，毫无悔恨嘅一击啊！呜，哎呀！咪殺到啦，破埋佢招技能啦！佢一個紅神，啊變藍神先嚟同我打啦！同我菲利莎大王交手啊！我靠，得800万，傻 Q 嘅，啊再唔展现实力嘅话就好棘手啊！系啊，同我哋超级神，力量超级神，吓人超级神，系咪？殺雅人变身而成的超级殺雅人，神力量的超级殺雅人啊！哇靠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条血，真系咁啊！我留翻张古老先，冇加唔到气，咁算啦，留下部叔叔啦。应该唔难打嘅，系真系磨咯。五个阶段，最尾个阶段仲要九条气，系咪九条血？系啊，磨咯真系磨。佢依家好似仲系惊状态技嗰度，无恨自己一击，一模一样啊！两条招飞定喺个币，啊，仲可以扣到佢防嘅，不过就唔俾晕，唔俾晕其实冇所谓嘅，只要你俾扣到攻就得啦。用啲扣攻角色系咁扣佢攻，一样可以磨得死。譬如好似古老呢啲，呀，啊爆多嘢啊，再扣，啊，应该就打唔入噶啦，已经连扣两嘢。不过佢嗰啲攻击次数真系兼多啊，一下、两下、三下，喺度唔知四下定唔知五下啦，加埋差唔多打成七八下一个回合。大王爆唔到 B， 咪算啦。扣咗攻应该冇嘢嘅，千日悟空系啦，应该冇事嘅。我谂，哇，咁都够啊嘛？
啊，冇事冇事冇事，捱到。啊，别啊！咁样系啦。之后挑战下用平民队啊！我有信心应该冇问题啊，平民队照过啊。唔系，好似都怕封闭系嘛？好似唔见话唔俾封闭喎，系咯，净系唔俾画啊？唔系，唔得，唔俾封闭，唔俾画，即净系可以扣攻扣防，嘛够啊，都够啊！古老可唔可以加气啊？顶加唔到顶呢个费，睇下夹啊！佢睇下先。有惊异速度，惊异速度好似冇卡夹到惊异速度。依家我呢堆卡好似夹佢唔到，算啦。八十万，几攻都打 Q 死，咁嘅鬼。爆跌应该直接秒杀添，嗯，用上我又感觉唔系话特别犀利，即系纯粹系贪个队长技咯，直接极系加12%三围，加三气，张卡本身就冇想象之中咁劲，纯粹系贪过瘾啊，变身咁样，系咯，好啦。下一集使用平民队打啊！